我实在是真这个歹势啦吼，因为我来是要学习的，我有一阵啊真消极的，就是民进党哦执政了后吼，啊无好好的表现，佮我马英九摕到政权啊，我拢家己藏伫册房的，想要行出去我都，啊我真费力啦吼，啊我主要实在伫这乌里山伫个教授协会啊。伊发表一个《生命之路》的诗啊，我正讲吴立昌住伫阮新庄啊，啊吴立昌较深啊，啊就规下啊，佫有这行动力啦，啊我实在真见笑，啊只正讲吴立昌有伫这咱这公道看吼，啊其实我即马吼，嘛是拜三暗时啊才来咱这公道看学习啊，正经要有这行动力吼，我爱向各位先拜，向各位学习啦，我实在是过去拢较无讲。要去对外口讲，要去说的。啊，拄只蔡教授咧讲，我最近有发表一挂这文章哦，这是我家己想讲不得不发哦，啊，心内郁卒啊，啊，若无想啊讲安，这个写一挂文章哦，啊，郁就想讲我可能会破病啦。啊，拄只咧讲迄三立电视台，我是无看，因为我电视我唔捌咧看，电视哦，拢一挂报迄艺人啊，啥物货啦吼，啊，安怎报规工规日安尼，我真感觉讲哦。我看袂落去，所以讲我下日看我也唔知啦。啊，不过这个主任安博伊，不是主任时报吼，伊个主任时报啊，伊个文章是得得啊，因为我迄篇的文章是这篇吼，投伫这个台湾时报讲高雄遐吼，遐较长啦，伊个较有这内容，啊，佫较紧。啊，主任时报吼，伊可能个发行量较大吼，伊袂当互你讲啊，规篇论述啊吼，啊佫这个。拖几啊工，这边已经出来几啊工啊吼，爱注意是不爱管的啦吼。啊，不过我这边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讲咧，这回金武忠哦，去美国啊，大家都是讲要去乱的嘛，哦，蔡英文要去乱的嘛，啊，伊有马英九的这关系哦，实在吼无一个这个体制啦吼，无一个分寸啦，大家讲建立伊嘛无认为讲伊有建立啊，连马英九要去这个。中国要访问啊！你嘛咧讲咧，即总统的职权啊，伊嘛认为讲，伊讲出来，反正伊都用马英九是马金马字嘛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认为讲伊超过伊的迄分寸，我只感觉讲，即有需要讲爱发表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啦吼、哦。啊，这个以后我嘛会继续讲吼、哦，这个看下当讲啊，你到。咱讲人话，加减做淡薄仔力量啦，因为我的力量是真有限吼，啊做偌济就算偌济啦吼。主要也是目的啊，就是讲哎马上叫落台啦，那无这落台吼，有当时啊我咧想啦，咱这代若无建国，我嘛真见笑，因为若无建设，若无，和台湾讲咁个成立，介于咱独立的国家吼，咱的后代就是一个负债啦。我唔知道要安怎对后代的交代。好，以上报告，谢谢。拢是用行动的。参照我即摆若去伫运动，早时四点，阮遐伫上山遐火山遐啦。透早伫运动专区，我讲逐摆讲回讲得偌大吼。啊，不过我就无安排。我就是按拢安怎甲讲话。我若运动煞着，我就拢透早有我即句讲：台湾中国一边一个，我是台湾人。我唔是中国人，我甲大家问，讲咱即摆若共匪来甲咱做公安，因这国军拢解散，所以来甲咱这国军，甲咱亲像香港讲，恁这台湾的警察解散，恁敢袂？大家要无人加枪机啊，无人加红旗啊，大家就听我讲，无人敢讲话，我是行动的人呀。我讲，我安尼是。我是家己一个人个来着，啊，行较多就该花较多啦。啊，我就唔惊伊，啊无嘛，结果嘛无人加许啰，安怎加拄啥拄啥，拢偷底无。干那听我讲，我讲恁这你点点我听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讲从尾甲你台湾捅，你若有照看十八拍棍也较死，要叫阮付钱啊点点付，安尼大家甘愿，恁大家买无啦？我是较简单、较直，啊较唔捌字，我拢用行动好，感谢我今日只有这。
有那个理念哈，啊，有那个啊坚持，啊，有那个勇气，啊，啊，搁敢行动，啊，安尼，啊，这些是对一个人来讲哦，嘛是一个人格的锻炼啦。当然就是要锻炼恁家己，啊，我其实哦，伫差不多三当前，我还搁无啥胆的啦。我虽然前，就讲去美国差不多三十岁了。无偌久，我就看到台湾的历史的册，啊，我就了解我做一个台湾人应该安怎来报答咱台湾这个母亲啦。我就有迄个想法啦，啊，啊，但是吼，按三十岁开始伫美国读册做工课，到我三当前哦，应该是差不多五当前，我开始感觉讲我要替。去做台湾教授会会长的时阵，迄阵就是我有下决心啊啦。因为我本来的工作，就想人来找我帮忙，啊，我就来甲帮忙。比如讲，邀请找我去家己县政府帮忙，我来去甲帮忙。啊，边啊来找我去啊行政的研讨会，找我去环保署帮忙，我来去甲帮忙。不管是咧执政还是在呀，因若需要我的专业甲帮忙，我拢甲帮忙。啊、哦！啊！但是我到尾也发觉安尼，台湾敢若转袂行啦，就是讲咱这個台湾一定拢袂翻身，就是讲拢压掉的啦。所以我到这个2007年，我下决心啦。啊，阵可能囡仔较独立吧，我的囡仔啦，我两个左囝也较独立吧，就是讲册也读袂了啊，啊，这个工作也咧做工作啊，我。甲阮太太参详讲哦，我要来较大规模安尼来甲募集就对啊啦，啊、哦，因为做台教会会长哦，都迄个代志就较侪啦吼，种、哦、啊就是爱办一挂活动啦，啊有时爱出面爱讲话啦，啊、哦、啊所以迄阵经过安尼，等于差不多要六十岁啊，我三十岁开始有这個观念，安尼丢毒啊家己安尼。无啥勇气，安尼无法度累积甲行出咧行动。三十当后了，我较敢有迄个起步，讲决心哦，这边改无改拼袂使啊啦哈。啊，所以这边就是拼到底啦哈、啊。咱这里大哥唔通笑啦，这边就是拼到底就对啦。啊，咱就是一定要拼甲成功啦，对不对啊？一定要拼甲成功啦。我等你咧讲了，不知。一寡问题讲啊，不是彻底，吼、哦，种彻底代志吼，大家吼，带、哦、啥来吃，吼、哦，啊，哦，那是讲大家带啥来吃吼、哦，来大家做伙，安尼两三点钟，大家都对起咱的思想就进步了，吼、哦。现在这有一寡问题啦，一寡问题，就是啥，就是讲，咱。以前就讲啊吼，咱也是呐，台湾吼，也是呐，即马吼统治吼，伊迄个国民党，伊是外来者，吼，外来者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咱的台湾四百年史要开拓也好，要是呐发展也好，拢是咱的祖先出来，吼，啊，这个是呐，国民党引来，是咱已经吼。台湾的社会变啊真近代化，当时比中国更加进步。迄个时阵，伊才来，从社会都外来吃吼、哦。咱当然，咱的祖先有那是对台湾啊，对于诶大陆来吼。迄阵啊，咱的祖先迄阵啊吼，咱都叫做汉人呐、啊。汉人这意思是呐，就是讲迄个时阵讲的汉人，就是讲。征族啦，吼、哦，用血牵起来，大家合作汉人就是征族，吼、哦。那么四百年，咱的台湾的，咱的祖先代代落落去，即阵啊，咱台湾哦，这社会哦，伫世界上啦，算起的时候，有差不多二十个月来这哦，这才进步哦。这个进步的时候，即阵啊吼，二十世纪以来，拢讲做民族，哦，民族，哦。所以讲，就是咱哦，甲中国人，就是讲，那些人祖先同款，这就是讲，
就是讲正作啦，大家这都会记得这是正作啦。但是即阵啊，即到底是怎？世纪来吼，全世界拢进步啊，拢个新个啊，拢真近代化吼。所以讲这个是讲民族，从哪讲民族起来吼，因是中华民族，咱是台湾民族。哦，所以讲吼，那别个民族吼来一些人啊，来讲占领，甲人压迫，甲人剥削，甲人一些人啊大屠杀，这种都是民地啦吼。这大家我讲，这拢是伫咱即马咧讲话，拢世界水准会通的话，才会使你看呢，都是民地，拢是民地吼。这唔是讲咱家己一个啦，那是讲第二次大战吼。全世界人口吼，60%拢是殖民地。哦，你看亚洲，你看印度啊，到啊拢是殖民地啊，是非洲拢几个拢殖民地，中南美洲吼。啊，但是吼，这个物件吼，已经是人咧1960年代，迄阵大家拢得到独立啦，得到独立，拢即马拢是是哪独立国家啦。无一个讲互外来遮来滴，统治的殖民地尔。即阵啊，讲纯讲互外来遮滴统治是干呐台湾尔啦。即点大家拢都知影吼。咱从迄阵1960年迄阵啊，是呐，殖民地无解放，即摆人大家拢解放，即摆全世界纯咱台湾殖民地的是啊。讲殖民地，即个。噶也是呐，我来遮就要斗争的方法啦，还有一个定型啦，就是讲，就有一个吼，一个体制外的革命，甲这个体制内改革啦吼。啊，这个物件讲起来哦，就是讲吼，体制外就是咱工人讲的道理啵，哦，咱工人是呐，别个。由于国民党，你这个吼殖民地体制，你铁道那无，我们搞来拆倒，我们独立，这就是咱台湾这么想要紧的所在。都甲民众同款的意思，大家来行。从即阵啊，再去讲，大家才用谈判的啦。我怎啊讲谈判？但是谈判的，唔当袂记得哦。谈判是对敌人的平反，唔是对讲讲的是别人在人的反叛哦。这是对，还是哪？外国来去统治咱的遮个是呐，殖民统治去谈判哦，从直接的怎样啊？时间是往谈判，但是咱遮个吼，拢是想要独立啦，要独立的人有呐，唔当袂去讲咱谈判是要独立啦，唔当讲谈判啊，咱都办轻松的，就安尼从唔是做代志。从主要出现的是讲坚持啥，就坚持独立。经济独立在谈判，所以讲下个妥协的就妥协，难讲关键问题，难讲伊叫侬卖独立互阮管，即个明来谈判。无论安怎，咱来遮去听遮独立的问题，大家都紧张，袂使讲的是啊，讲袂啷个好，咱就说啊，一些人啊，卡一些人啊，人家轻松的，袂使安尼，咱的独立要真久，老实讲哦，世界吼、哦，无讲哦谈判哦，啊来达成独立吧。到尾啊，因为是因有那个体制，到尾国民党因啊较输哦，因话提军队来压迫咯，伊会警察来抓咱，人迄阵啊就安怎？有人是做个抗争吧？我说这个物件是即阵啊，因为咱台湾的大众大家拢想哪一档是和平较好。咱即个伫讲的是呐，即个无抵抗啦，就该谈判啦，是安尼。但是人看安尼，台湾就独立啦。全世界无一个讲甲人用谈判去独立的啦。到尾有人是都拼啦。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吼，有人即个为了台湾独立，大家就较牺牲家己，就紧张啦。别人伫轻松，咱袂使轻松啊。咱就想讲了独立啦，无。那么大家做的人没精神啊，这就安得哦。那么终极目标哦，那道道底底的，比如那么做主人，那么也行啊。没有这18年干哦，那么做生意，我都改过了，明天在那时代都改过了。
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，大家吼来遮吼，大家吼，也是那有那这个心情就有遮好啦。吼，我就安尼讲哈。拄啊听蔡生讲啊，甲听欧里桑安尼咧讲哦，因爱讲谈判啦。啊，咱若咧讲谈判吼，要甲人谈判爱有啥？你要有资本。啊，咱台湾人若讲要独立，咱有啥物资本？国民党有军队，有警察，有特务。啊，咱有啥物啦？咱有台湾人。但是即摆问题是啥物？台湾人遐散落来，一人一路。啊，所以讲咱伫遮个角色，到底咱要做啥物角色？啊，这真要紧。咱毋是来遮开讲。咱不是来这佚佗的，若要开讲佚佗吼，就使卡拉 OK 去。所以咱来这是要拼性命，啊，当然即卖也毋是拼性命的时阵啦吼。所以讲，拄啊，欧里桑咧讲的讲，有体制外革命的路线，啊，甲体制内改革。你讲欧里桑拄啊咧讲，大家你感觉后壁感觉是真细声拢无听的啦。伊即卖是人咧发烧啦，啊，但是伊嘛拼性命咧讲，伊是拼性命咧讲，啊，我毋知影大家是毋是有拼性命咧听无啦，哦。啊，咱搁讲倒转来，要谈判，咱即摆是杀民进党去甲国民党谈判，啊，但是压力咧，压力着要咱来做啊。但是若干若咱安尼要做压力，形成到什么程度，着台湾人爱来想。啊，所以咱伫咧遮毋是夹乡地摆，咱来伫遮是要为着台湾达到咱要爱的，讲要让子孙会当幸福。你要甲伊争取一万，要甲伊争取十万，要甲伊争取一百万，看你要讲话有啥物压力，你有啥物资本？那乡亲有两片姜，要甲人讲话，我相信哦，国民党伊也无咧休伊啊，伊也无咧插伊啊。你了，怎啊拄啊内面写来讲，袂使碰风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要爱做的代志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，是一个真大的责任的问题。你若讲干那要国民党内底要甲伊发？要甲伊讲画帕拉根，咱到底要造成什么款的一个势力？咱伫咧遮有一个真大的意义，咱要甲传出去。真正讲啊是安怎讲？我嘛常常咧想讲，参像独立单位车队伫咧路下咧洗，洗十外年啊，到底意义是啥物？到底咱的目标是啥物？伫落来咧说上头先开始的时阵哦，大家拢无爱听。啊，像阮一礼拜六对迄个西门町过去的时阵吼，因遐拄好咧翕相啦吼，拄好举办迄个摄影的比赛。车队对路口过吼，所有的迄个镜头拢挖倒过来，情势咧改变，台湾人的想法咧改变，咱袂使无变，咱出去。是要讲予人会接受的物件，咱是要予人接受讲，台湾是咱的现状，咱爱予外来者来甲咱决定咱的命运，咱爱予人会当接受，这点真要紧。所以即马，即个蔡英文出去，也阁有真侪人去听国民党的三百五百买去也好，也是讲伊认为国民党较好也好，咱要安怎将即个甲转倒过来？这是咱即关、即阵真要紧的一个所在。所以讲，当然咱出去会当用任何的角度、用任何的讲话方式、话语，拢去予人会当接受、予人听会落去，真要紧。咱若要甲人冤家哦，我想免惊无冤家的对象。但是要予听落去，留一票是一票，这是咱甲十二月、甲一月十四，即中间真要紧的一阵。即卖是五波啦吼，一半一半啦吼。啊，甲选举迄中间，国民党甲共产党，因要结合起来，要出变啥出头，咱也毋知。人国民党人有企图，要企图啥？伊要继续统治台湾。啊，台湾人有企图心无？咱有讲决意要将台湾甲摕倒转来无？有。咱就爱做，咱就爱拼。啊，毋是叮叮当当，啊，毋是安尼佚佗就会当解决的，所以。真正讲，我也真急啦吼！咱尤其看到即卖情势，啊，搁美国一抓搁转来，啊，搁看到人国民党是无所不用其极啦，无论啥物款的部署，人伊拢要进展。到时换做一粒政治、三粒政治、五粒政治，咱嘛毋知。啊，所以即个时阵，咱就爱用尽办法、用尽心机、想尽撇步，
来甲对抗国民党，甲对抗共产党才会使。就像我以前伫咧美国伊就讲着，即卖是民主对抗独裁，咱是要继续民主，达到真正的民主，还是讲要用独裁来战胜台湾？这点就是咱最后决胜的时阵。啊，咱爱做，是安怎爱支持蔡英文？可能真侪人对蔡英文、对民进党是真骄真错，但是这代表台湾。国际上来看，民进党是代表台湾啦，国民党就是代表中国啦。所以讲，咱伫咧这个大环境之下，到底咱要有台湾赢，还是要有中国赢？就是这个之前，这是真要紧的时阵。所以咱一定爱大家用尽心机，嘛爱将台湾给赢倒转来才会使。阿、啊、不是讲。